就接下来我想问一下，谁愿意出来 PK 他？嘿，好，我们有未婚男子，未婚男青年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。今天他们两位的服装也非常的般配啊，哈，你看看，这个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徒弟，德云社知名相声艺人李鹤彪。李鹤彪啊，鹤彪这么些年来执着于艺术创作和表演，一直就没有谈女朋友啊。对。但是今天来到，我们有话好好说了，我们很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把你们的感情问题，哎。人家有男朋友，我已婚。哦，已婚的你在乎吗？他说：“那算了，那算了啊，咱们今天只谈论艺术，好吗？”好，来吧，舞台交给李鹤彪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开干！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文艺界的中老艺术家们在一块儿开了这么一个学术研讨会。首先站起来第一个发言的是马三立。马老，我认为啊，这郭德纲的火呀，跟他那个搭档叫于谦啊，跟这孩子有关系啊。这于谦捧哏得不错啊，捧得好。我打算给于谦，给这个于谦给他叫过来给我捧哏了啊。这个啊，马三立说完了，坐下了。旁边范伟非常激动地站起来了，呀！没等说完呢，旁边文星宇老先生站起来了，啊，我说你这个智商啊，就不要说话了啊，让文先生给拦下了。但是范伟呢很不服气，怎么地，哎，我今天好了，我能小跑了，我能垫步，哎，我垫步，我能大跳，哎，我大跳，我大跳，我大跳。